我们处理的，那个吉他现在给城管那要不出来。派出所抓着他给吉他送到城管那了。啊，今天去问派出所的人，派出所人都这个也不管，那个也不管，说等到下午2点半，一会儿去处理俺们事儿那个人，叫他来管。 吉他怕三把吉他的，三把吉他呀，是啊，加起来都1-2000，算是。以前我听电台，就是晚上嘛，有些那个什么主持人听人家说话了嘛，就有一个人说打完电话他就要去死了，他说他吃了很多安眠药，吓那个主持人。 不要挂电话，不要挂电话。后来那个人还是挂电话。那他能查着电话来源吗？哎，你对你也可以用这招往电台打电话。像这种往电台打电话聊天，这种节目也很知道的人很多呀。你说我是真的不想活了，我现在就在珠江边站着，打完这个电话我就准备跳下去。然后他会边跟你聊天边打110。 警察来了，你上去，你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啪，你就跳下去，你出来，我敢说，派出所他妈负很大的责任。然后你告他，起诉他，这法律援助肯定会有人帮你，有无条件帮你打官司。真的，警察不想跳，你说我现在看见警察有警察恐惧症，我心里害怕，做梦都天天梦见警察抓我，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，唱歌就是罪嘛。如果这样，我就报纸是头条。 然后你别说在天河的地下道唱歌了，你坐到那机制岛上面那个牌子上唱，他没人敢管你。坐到中信上面，他没人敢管你，管个屁啊！唱歌自由人。那那样一闹，全广州的警察都知道我名字，去哪里唱歌？是啊，是啊，你姚世民你还敢管？对啊。 危险，他信不信再来一次？信不信我又跳江？信啊！你还想上报？嗯，你看你编号起来，给我起上。然后我就说就是你逼的，吓坏了警察 ，I'm sorry。 问题是当事人是他一个人，他为啥抓我们三个人？抓你们！你是长势，我跟你说是啊，我跟你说你，本来就没你屌事，你是长势，自己说是不是你自己长势啊？昨天什么情况？现在我还不知道。本来是一点屌事没有的，就你长势，他弄个家伙长势。怎么会是长势？他我跟你说，把他推倒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要回来，没有屌事的东西，就你鸡巴跟在那里撒谎，不要去，绝对没有那么多屌事。 既然在这里混，你就要混；你不在这里混，所以说你不在这里混。你像我们做一份榜样，谁做一辈子？你既然干这份工，你就要听人家的管，一样的道理。看，收了。 小女孩她勤快的很，她就在那守着，你一走她就上。没事，还几天就过年了，过两年就把她消失了。
还是回去来这里采访？来都来，不走就站着了，怎么样？反正我也没下一趟，我应该不走。下去玩呗，还是站这儿干了？舅舅和你聊一下。嗯。那以后你那边留个电话好不好？没有电话。啊？没有电话。就是你要是想和我合作呢，我们有很多机会合作。现在我南方都市好像搞了一个都市动感欢乐行。我很多朋友他是搞乐队的，比如说琴行的一些朋友啊，他都是搞这行的。就你要是真心实意的想交我这个朋友呢，我们觉得没什么这个什么反面的影响，没什么利益冲突。你该了解山东人的一些这个，就是一个口碑啊。啊。可以，就是我们以后可以有很多大家在一起学习交流的机会，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？我是敞开心扉的，我做事做朋友是这样的，真的。你去玩吧，去玩吧，啊、去玩吧。我喝的，我喝的老了。影响。
说叫他，告叫他，叫你唱歌就可以了又。哟，你以为那么好？哎呀，他唱过戏，你问他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的，这东西。对。不要像想的那么简单。五块的多也行。十块多还行啊，有几个一般的就行了。有几个有一个就行了，有几个一般。不是有没有跟一假钱的有没有？有过一次。啊？有过两次，一次是100的，一次50的。专门给他假钱了、啊。哦，你说坏不坏？不给就算了。是啊，你还不如给一块钱呢。是啊，你给一块钱好过给个假钱。给假钱我上来给他撕了。有一次一个100的，搞笑的很。拿上来也天气稍微有点黑了，他们几个家伙搞笑呢，拿着那个100的往那一扔，让人家捡的。这一块钱新的又不要。啊？这一块钱新的不要。要新一块的好干啥？要那有什么用吗？都一样的，你。难道都没有结束？还没有啊，哪有这么早？结束了，早就结束了。说过在我面前不哭的啊！没哭，不准哼。没有哼。不准哭，瞅着你，瞅着你呢。要嚎。嚎不准哭。没说。规定了，这个新规定。你规定不行，给我自己说。下次你再哭的时候，我再让你发誓，我再凶你。我也不理你了。你又不疼我，非要到你那儿哭，我哭过的还得偷着哭过的，还得在别人面前哭，那我让你干什么呀？我说再换个来呀。还怎么求你？你再说，以后我就不跟你在一起。你想换还不是？反正我弟弟都没有了。没拧过你，你看看我哥今天早上的胳膊让我给抓的。我哥说，如果晚上回家不死的话，他就残。但是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得我给他女朋友打个电话证实一下。嗯。他今天上午确实跟我在一起，没出去鬼混。我还得证实一下。因为那时候疼嘛，我就拼命的抓着他，我还踩他脚。嗯。幸亏我没去。你好意思说？那你去抓着他不舒服吧？等一下，一过去就这样子，拿外卖什么带个领带，他真的他妈的，我
我还有点方向啊，这样子。干什么？啊？哎，搬不上你们在这里是怎么回事啊？是这样子的。不是，我知道，是吧？这还不行啊！带个领带，你妈穿个名牌西装。你们怎么上班的啊？他们肯定会吓的。不是的，肯定会吓的。你这怎么上班的？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啊？这里好好好乘凉啊！哎，我走。不如我去。接着吓到，他妈的，我还是一点光线。我是他妈的帮不了光。有点流氓相。对，有点流氓相。当官的都是流氓。你当你，我是市长，派来的。关注你的什么？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同志新力量。杨明辛苦了。我是毛泽东。他更加怕你，告诉你。精神病，他可不怕你。谢谢了。这里外面还有外头刚里头刚又抓两个，松车在里头。在哪个里面坐着呢？就在这边，是开四个大的。松车在这停着，抓两个人，睡觉的。睡觉的啥？睡凳上也抓。四个车外都在上面站着。这边全走了，全走了。全部走了，这边全走了。那边不能走。他马上就要走。那不走到来吃饭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说些什么。你爱不爱我？是掉西北，也许我会好过。你爱不爱我？我不知该做些什么。你到底爱不爱我？
是那个快餐面。哈哈，那其实无所谓。是啊，那时候唱那个《蒙娜丽莎的眼泪》吗？还没唱完，那个保安就赶走了嘛。我们都骂他，说怎么这样呢？那一首歌都没唱完就赶走了。你要换一个角度啊，保安他有他的职责，他工作就是这样嘛，你也要理解他。他只要不那个陌生人就可以。他是这样的，他一下子赶一下，人家会走，就接着唱嘛，一样。那你没想过将来有什么打算啊？我没有打算，过一天试一试。做和尚应该好。干嘛要把自己搞得紧紧张张的？有什么打算不可？哈哈。那看你无忧无虑的哦。啊？看你无忧无虑的哦。干嘛要忧愁啊？我这种人就是因为那种没有理想，所以就没有忧愁。如果你有理想，就有忧愁。会伤着我的。绑的目的就是为了伤着你，不伤你绑你干嘛呀？来，我犯什么错了？等我绑完再说，这么多话呢，真是。
那是坏了，是断了。那是早就坏了。早就坏了，你孩子这么高兴。反正我只是把它当个纪念品，一直留着舍不得扔，再偶尔带带它而已。开始审问啊！你说今天走路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子为什么冲你笑？快说，不许跟我笑！人家不都是这样子的吗？快说，说不说你？不说。不说今晚不许睡觉。打死我，我也不说。你想得美，打死你，哪能让你那么快死啊？要把你折磨死开了。你还不说是吧？不玩了。还不说？不玩了。不玩不行。快说，你说了我就不和你玩了。他为什么冲玩笑？快说。是不是爱上我了？真的？嗯，真的。嗯，把衣服脱了。为什么？把衣服脱了，自己去外面玩。去吧。噔噔噔，比比。喂，你好吗？喂，你好吗？喂，他不理我，下次吧。跟你一样衰。你打我？没有啊。你再打一下。还打？你还敢打？你说让再打一下，不打。你有那么听话吗？平时让你干活，你怎么没那么听话呀？让你打我，你就来劲儿了。你没让我干活呀。是吗？嗯。给你找点活打啊！给，帮我梳头吧。哎呀，我疼！哦，你想虐待我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奶奶就有这么不讲理。他真的，你反正你别惹着他，你惹着他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他都能挑出你的毛病来。嗯。我爸说他小时候就这么被我奶奶折磨大的。你也是这种人。我才不是呢！我什么时候是了？嗯、就算了，这东西不要你信，我要做给你看。我口渴。你拿水。你这样我难受。你看这人就没享受过别人伺候你，你还说难受，难受往北走。来，继续梳头。有钱吗？有有。二十多块钱够了。你明儿回不了回来北京吗？你的钥匙哪了？我哪儿？拿着钥匙就行了，反正。拿着钥匙回来，免得老子打电话。我打你不接我行吗？你晚上跟岳父玩去。那我不想起来。你回来直接开门。那倒不是我跟门拴住，你开门我起来给你开不错。Thank you.
慢点，咱们大伙干了啊！等一下，大伙，你们，咱们愿意喝多少喝多少。没有领兄弟们的情谊。哎，算了，不要这么说。我跟你说，算了，所以我教过你来喝酒。能喝多少喝多少。友谊长存。对，能吧？你不能。阿瑞，大家都好，我一喝就不吐了。阿瑞，好，哎，随意。那首歌那个陈星的。其实小时候很为难，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身份，我们也是唱歌，人家也是唱歌。小杨啊，我跟你说，不管我们怎么去管人家。他就没有人拿我。我跟你说，那家伙就没人性，他连他闺女都强奸。不是，我跟你说，那个家伙从来就是不讲职业道德，他从来不排队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听我讲一句话，就从这一句。为什么？我拖到底了，我拖到了，在下边。我拖到，我首先赶你，才能把你折磨赶走。懂吧？我等一下把酒喝完。这你应该懂吧？因为我不赶你，我卷卷走不走。没办法说，我因为我在上班就正好一点，队长不来，从来不来。这事我上班知道这事，其实这事他们都没我知道。为什么说这话？咱认识谁我弄不清楚，是吧？你忘了他唱歌的时候，我一直在那上班的时候，从来都不问我那。给别人就不行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关于那个拉二胡的事，不要跟他角逐，咱们自己该怎么解决怎么解决，不要管他的事。他确实没法去说。就我，哎，这么讲啊？喂喂，环境有问题，你另外一就是说今天是吧？你讲那些东西干嘛？我唱歌啊，扣什么五十块钱、五十块钱？我唱歌，我跟吉他不走，我跟他不走。今天凑了1200块钱，但是我女的报案了，1000啊。我知道该不是，人家你们鸡巴身份证都被拿跑了，我就说他，反正你他妈的钱包放在你身份证，钱包拿走都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在哪里丢的，他是在睡袋里面丢的。我叫他不报案，他妈的报复。报了天干了，队长他没说什么，他跟我说。下面这么多人，我说没办法，看我说的这个话，这么多人，我怎么敢？我说国庆节他妈，我说怎么敢人家？我说你看场上，又不是我，就他队长跟我一起在一起，我以前单位里面跟我上的好兄弟，他都不会说，我从来都不来的。你看你站在唱歌来了没有？你看，你唱过，从小就学，学唱就唱，他唱过，他在学也唱，看从来没有知道的。确实，我心里我确实这，你看我都没法说，这好朋友，这是我学生，是不是？我从来没有说过什么。我也就是车轮战，我都说你去唱1个小时。40分钟，自己上去，是吧？我到那里去。我们一般唱歌都是很直接的，都是唱，是30-40分钟。我那天两个人唱1个小时都可以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当懂得真情以后回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？有多少爱？可以重来，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当爱情已经相连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？你们没有喝醉的扒我们哦，我迷糊了。陪着爱自己，当初不应该。谁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纵然没有未来，没有希望，现在都还要走。我真的好羞啊，我都好羞啊，我也把自己都出卖了。
今天的夜晚默默的哭泣。谁能告诉我，谁能告诉我，我们改变了世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？我离谁能告诉我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？两个多月了吧？你们俩现在有联系吗？没有。就是因为他我爸这个手机号码停了一个月吗？停了一个月吗？但是有很多人知道我这个号码，我不得不用回这个号码，因为有时候这个电话号码可能会给我带来好运嘛，让我去工作呀，不用在这里了，所以我就想，已经停了一个月了，我相信他不会再骚扰，因为他打过那么多次，肯定就是欠费欠费，停机停机，再打也没劲，而且我告诉他我换了手机号码。那如果哪一天他不小心拿起电话又打了，然后接通了，但是我认识他的电话号码呀。如果他打的话，我会马上找一个人来帮我接。其他的电话打吗？他用其他的电话打。他用其他电话打，也未必。他就用电话打，我要听是他了，我会说你打错了。准备几点走啊？啊？几点走啊？四点半吧。或者五点走都行。五点。要不四点半走也行，俺大隧道能弄就弄。你弄。俺先叫俺舅家过来玩。说你这不要再计较吧，你不要再谈谈了，不要再老乡了，咋谈呢？这个是不是老乡啊？谁给你老乡？他这一般没人管，还没事算了。他这一般管他就管。这云做饭早晚出来。跟他不一样，跟他们那边不一样。哪里不上？等一会儿下去弄一会儿，好吧？过去。俺酒店也穿那边，也不行啊！这里不仅搞的，不知道。我知道啊，就在那个队长，俺警察都在出差都这样，俺都在上班的警察，俺在那个队长那边，你管的天天上班。一会儿刚下小路一会儿，从干了呀，俺就穿那边。
开玩笑，你跟我一般吧。再见吧。坐上吧。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，大力提高教育的现代化水平，面向现代化，面向世界，面向未来，加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力度。现在学弟要中奖了，学弟现在有奖了，学弟你来拿，这可乐。俺妈在师范里面被那个治安搞惨了，把那个皮鞋给我脱掉，光着脚丫子，让我从师范出来，皮带松掉，我操了！穿多少去试试看，有一点好衣服给你换掉，好皮鞋给你换掉，你身上有几十块钱。不是我那个醉在师范里面，那治安搞的。良心好的给你两块饼干，给你吸烟。良心不好的，杨成烟了，杨成两块五，在沙河卖60块钱一包。身份证给我丢掉，我找都没找到。在村子那里吃这么大的两坨饭，这么大，这么厚，跟个小包一样，一点油一点菜都没有，就得白开水，白开水都没有，冷水泡。先吃两顿。悲惨世界。八九天不会上厕所，不会拉子大便，他妈的！那些管教吃成那个残渣剩菜，那个管教吃成的那有点油嘛，还有点肉渣。吃不完的残渣剩菜卖给人吃，40块钱一碗，他妈的！我来广州2年多，抓了8次了，他妈！抓了8次，你的命运也够坎坷了啊！还行，那就搞点那个地图，搞点那个报纸卖算了。捡这个东西他妈又捡不到钱，你抓就抓这种对象，抓就抓你这个。你看你不顺眼，查证件，有没有证件？有啊，有身份证没有？有，有没有暂住证？有。你工作单位在哪里？哪里工作单位？工作单位就是公司叫什么公司？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你的厂长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给你问一问。这样问的啊？要是查出租屋，你有身份证有暂住证？你做什么生意？你搞什么正当经营？你生活来源从哪里来的？有证件，有证件就是好人呐、没证件就是坏人呐。你是不是租房白天睡觉，晚上去偷人啊？渣员把你抓走，操他妈的！他跟你讲道理。搞得不好，身份证2年他给你点了，证件给你撕了，再拿出来吧。我是1年1次，看今年的。我在师范那儿也查证件了，警察罚的够重，我就从警察队里窜过去，没人查。哎，后来有一次好不容易有一次查我了，然后没带证件。是吧？那你在哪儿住？我说在哪儿。你干啥的？我说唱歌的。他下次把证件带上。我说知道了。在走廊。他就没事儿，他硬不抓我，你说怎么办？他要那个好的，你一直跟着你。唱歌吐字不清的那个，哎，对呀，有点像，就那样变。就像那个看那个采访那个窦唯的时候，他问他那个对这个香港四大天王如何看？四大天王啊，是不是托塔李天王啊？是不是托塔李天王？窦唯是打鼓手吧？啊？窦唯是打鼓的。窦唯啊，歌手啊，也是打鼓的，也是。其实嘞，他们这人有人太丑了。窦唯唱歌就是火。窦唯可以这样，但是嘞，你要有涵养一点，有背景，要处在哪片，要先讲究这些人，先实力或怎么样。今年是个整体带给香港一个整体文化，让多少年积累，好多东西中国做不到。能够公正的，不能说。干子把人气死，一点好处没，我俩就好的不得了，那样子。说张学友的，说
这两天啊，除了张学友，还想个唱歌的一般，其余都是小丑。还想个唱歌的，说张学友还想个唱歌的。别摔倒了！你说你天天这么给你自己喝成这样干啥？你管得着吗？我管不着你啊。那你是怎么骗我的？你说我怎么定？你要我怎么对你？你爸不好。你说你过去你没少挣，天天的，我真的被你折磨的不善。你现在，对不起了，现在还是这样，真的对不起了，行行啊，我们在一起四年了，我从来没想过跟你结婚，到第二年我才跟你想结婚，但是你，就算你现在有女朋友喜欢你，你的初恋情人喜欢你，但是，不见得就没有人喜欢别人吗？我再丑，也有人会喜欢我。但是我也不会知道我说这些。但是我觉得你吧，太失败了。你久不在意啊？你其实没多久。花了两瓶酒。哎呀，我刚刚走的那个东西是什么？安眠药是那么吃的吗？哎呀，你是那么吃的安眠药的吗？哎呀，哎，你真，你真好了。你到底是吃了药了还是喝的酒？你给我说说。我喝了酒，我又吃了药。你是不是真的不想活了？对呀，要不然我怎么会威胁你呢？以前我说威胁你啊，但现在我不想威胁你。等你行吧啊，今晚去医院里去好不好？啊，去啊，去好了，去了一定要赶回来。俺还是蛮难受的，你看。去了啥？没得俺们院里给我看呐。刘世念。没得俺们院里给我看呐。安定。去洗胃，等一下不是很难受的。我洗胃，我现在很难受。是很难受就要洗胃了，没东西的呢，把它背去。不，没事的，你不要紧。我求你了，我现在心情特别沉静，特别沉静。我晓得你听不清，你给我打电话说，我晓得你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是在跟你玩。
我去，哎，那怎么过来？喷他，喷他！哎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我现在不是，我现在心情很清醒啊。我想的很清醒，而且清醒。哎呀，去尊岁啊，花好多钱的。不要钱。嗯。但是我还是不想去。假如我想死的一方的话。你就想，在什么地方？就是在那些地方埋的药。小。哎呀，什么都没有用了。没有一个人会喜欢我，我从小长这么大就没人喜欢我。我喜欢你。你喜欢我。小莫。来，哎呦，上花架喽。把门锁，把电扇关了，门锁上了。要不给他拿双鞋子，兄弟。我跟他分手已经一个多月了。没有一天能让我休息好的，在一起几年我就分手。本来我不是要回老家了一趟吗？回老家一趟也见到我家原来就是我那女朋友，只是见面，其实什么都没有。反正那天我不是在天河吗？就是那些都是一些那个老乡们就问我嘛，回去的，哎，其实家里女朋友还没结婚啊，我说没有嘛，他说等着你呢。哎，我说那也未必。我说人家需要的是，他性格恰恰跟他相反。他那个人就是属于那种自律自强的人，但是我在他眼里就是可以什么都不是，又没钱。他那需要的那种男人就是很成功的那种。但是我什么都不是，我二三十岁现在一无所有。那天那个小男孩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一下，说是。啊，他家里还有个女朋友什么的，他就为这个想了两天想不通，给你看看他给我发的什么短信息。我就是我买了手机以后，我跟他分开我才买的手机，原来我就不拿手机嘛。我就以为是，如果我手机号码不让他知道的话，我就怕他背事。喂，说吧。谈不上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我谈不上挑起瞧不起你。啊？前两天背你去医院挺好是吧？还想让我再背你一次去医院是吗？觉得玩的不够吗？你不用就不用了，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废话好不好？我给你什么希望？我能给你什么希望？你自己不给你自己希望，不是我不给你希望，是你自己把自路做绝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玩了我三夜，让我整整三个晚上不合眼不睡觉，你已经玩了三个晚上了，我还能让你再玩吗？我给你什么希望？希望都是自己创造的，知不知道？不是别人给的。哈哈，哎，国际冷笑，你想在谁身边安安静静的睡去都行，唯独不能在我这儿安安静静的睡去。你想死，选择在哪儿死都行，你不能选择死在我的身边，真的。如果是一个人真的想死，我跟你说，谁都拦不住。你也甭跟我再玩这套了，这套已经不灵了，你知不知道？
我讨厌，你知道吗？恶心呢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爱怎么样怎么样，反正你们家里人来了，你就算有什么事由你们家里人来处理，跟我们。我不说，你让我怎么说？你让我怎么说？还让你哦？你死了我来处理吗？不可能，你死了由你们家里人来处理了，是不是？愿意在哪儿死都行，你由你们家里人，你们家人现在在这儿，不会，绝对不会。因为我你这样做，我就是瞧不起你了，我恶心都来不及，我还会去看你，不值得我去看，知不知道？不值得。哎呦，我感动，我快感动死了哟，我快恶心死了，我感动啊。好吗？那也叫好吗？你以为您吃安眠药，我送你去医院，那都叫好吗？无聊透顶了，蟠桃，你无聊透顶了，你这种卑鄙的手段，在我面前使，你使啊，你继续使，你不卑鄙，你卑鄙透顶了，你不卑鄙。哎呀，你别跟我玩这一套了，什么勇气，恶心人的勇气，这也叫勇气？懦弱的表现还勇气？哼，我解释两天可能要过来，我手机里边没有多少钱，你也甭打我电话了，你再打我电话我也不会接，我现在跟你说完这些我就要挂机，而且就是你如果用公用电话打我电话的话，我只要一听是你我就会挂机，你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就不停地打啊，拜拜了。不为什么，跟你家人走吧，如果你不想活，你死了让你家人替你收尸了，我没有兴趣跟你再轻易跟我玩这种花招，我恶心这样的人，我讨厌这种没勇气的人，你恰恰就是这种人。你有勇气死就去死吧，我现在反正你们家人来了，这些麻烦事轮不着我了。是啊，我当然怕麻烦了，所以让你们家的人来了嘛。啊，当然不关我的事了，我不想再跟你说了，你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你选择什么样的路都是你自己的权利，我没有权利知道，再见了。现在是不是在他这儿？不在。他在也不能管他了。他不在家，他在外边给我打电话。这咖啡的味道好极了，对，啊，这个广告。昨天这个，昨天二，当天喝的这个这么经典啊，这一夜不能喝的甜呐，再喝点凌晨再叫，啊，凌晨再叫那个广告蛮火的，兄弟变唱一下，凌晨再叫的变唱。喂。
老婆他们走到家了呀，出的满身是汗，他们走到家，我想到家了给你打的。啊？这边有500多毛钱，晚上一分钟10毛钱就打了。这大半夜的，那谁脏谁穿？打呀！我今年过年他让我回家嘛，想回家。今年其实所有的人都想让我今年就结婚，我今年正好30岁嘛，想就是赶着30岁结婚，吉利。不是说吉利，而是说人家30岁二立之年嘛，该结婚了。说明年结婚算男子虚岁吧。我周岁30岁。周岁三十岁啊。家里都希望我今年结婚。搬走了。啊？搬走了。再说他搬了，没下送到这个湖北省赤壁，你属于河南、山东、安徽、河北、陕西，这全部都是湖北、河北、赤壁省那边。要是有人保你了的，你写地址来给发电报，不允许你打电话。你给家里发电报，有的家里冷，你知道吧？回个电报是，他家里人没有一这个人了，就他弟兄一个，老婆也跑了。坐车轱辘去他庙，他叫他妈妈偷鸡，不是为了省那个6000-7000块钱。有个证件，最起码到哪去，心安理得。啊，这个就是你的身份证，可以，不过带上身份证，没事儿。我的身份证随时携带。有个赞助人不要身份证的。像这种拍视频的，不要什么。他是干啥的？那个卖水是河南的。哎呀，你看这边几个都是河南。都是河南的。我们有个县的啊，我说的别。河南是哪里边的？南阳地区。最多17天，这种主要目的白干打架烟。不带钱。100多块钱，你咋不跟着给他要下来？100多块钱，咋不跟他要？对呀。那就完蛋。100多块钱，白送。完蛋了，那你卖送给我去年个11月1号这九月份开始。这样，这样干就完了。我家这没了，我家没来人，不聊了。你看他给抓他，那就开始从那儿了。南京派出所，南京派出所到晚上9点见。这样车能见的。只要有熟人可以，你有熟人能见，没熟人你两个面都见不着。我都不，院儿都不让你进，大门都不让你进。人家赤壁的，给你翻天吧，让你父母让你打电话。问你，你是河南的，你是啥地方？你是你或者你想你是你不管你是哪的，你得搁那地址搁报名，报名再翻个电报，然后还不打电话，反正你家里要是。
有人来报，你就拿着钱来报，没人报，最多17天挨着打滚蛋，都是这。安徽的我们都是，才买了鞋10天，抓进去17天才又跑回来，头坐火车到广东，还挣我几十块。我记得我跟你说，我说安徽，你再想想，我现在不得这杯1毛钱，我得吃饭，我这不得这10来块钱，我没叫他看见，我说就1毛钱，我你得叫我吃饭。拿钱能借到吗？肯定送走了了。骂他是伤害他，伤害他，不，他也骂过我，是啊，我就没骂过他，是啊，就这样，就骂。我那时候家里很多，我多气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妈在电话里边哭，直接把电话扣，多威风。我跟您说，男人，我现在可能是因为就是走的路太多了吧，觉得也疲惫。就像男人太好，给人感觉是懦弱。对对对。他不认为你是。他老是觉得你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不生气啊？”哎呀，我对他太好了，他就这样。我跟你说一件事啊，我就是潘桃的那个一个老乡啊，她男朋友是他们一个地方的啊。她男朋友老说她不好，说你看你这个人啊，天天他妈三脚跺不出个屁来，你哪怕像潘桃一样，你冲我发发火呀，就这样，他女朋友就是好得很，就不冲他发火，结果结完婚了又离婚了，还是离婚了，哎，潘桃可天天冲我发火，觉得我这个人就好得不得了，老实的。他天天都没觉得我这个人还有个性，觉得我还挺没个性。现在我跟他分手了，晚上有时候我开口就骂他，又怎么样？他反而觉得，哎呦，你现在什么？哎，你原谅我吧，你如何如何，我对不起你，等等那些道歉的话就说出来，晚了。真是你不想啪啪的骂他两句，反而说啊，这个人怎么这么样？反而觉得你挺有个性，还敢骂他。没想到，就让你就是情理之中、意料之外的事情。意思说我也会骂人，不是不会，我也会打人，也不是不会打人，是因为不想打你，不想骂你，并不代表我就是不敢骂，不想骂你，并不代表我不敢骂。骂你还挂你电话，换成是我挂我电话，跟着打过去，开口就骂。我哪能岂能放过他？敢挂我电话？啊，无所谓啊，你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狼狈？就算分手也得做的就是男子汉那样。我就爷们儿，我就是看离了你，我照样我很开心，我很愉快，而且我有漂亮的女朋友，有的是，而且有机会了，给她拿个照片看看，现在这女的比你长得漂亮。你别以为我喜欢你就了不起。再说感情这些东西，我觉得是需要时间培养，而不是说你喜欢他你就忘不了，绝对能忘不了。
只是对这个人是否坚强。我真是我交了女朋友，她现在就是在改变主意，说跟别人结婚如何如何，我完全就是能够接受，我就不会说因为你跟别人结婚我会伤心，我会痛苦，我会流泪，我不会，我会活得更好，试试看，真的，没必要那么就是想好，想好该怎么样就开口怎么骂，怎么样难听的，挑最难听的骂，绝不能心慈手善，但不能讲出口，啊，不能讲出口，怎么不能讲？肯定要骂，接着电话一听是他，就开始，就开始骂，骂完了你别顶着，别等着他回话，就要把电话咔嚓的挂掉，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啊。很生气的，他要打电话给你，打电话给你，一看是他电话，你手机啊，他知道你号码，肯定会打电话给你，一看是他号码，挂掉，一看是挂掉，就不接，让他窝火，一定要让他窝火，他没可能就是接了电话就还没听完就挂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是你是吧，开口就骂。我也得好好想想骂什么。明天几点能过来？尽量早点过来。好了 ，OK， 那就回家吧，走。
安排啊？去收容所，那时候我们想办法。因为他们说的很坚决。啊？因为他们说的很坚决。我去收容所，收容所想办法。我手机电池那么多。对，快点。没关系，我们去收容所想办法。因为他这里肯定要把你清除掉，他们已经把你收容给监禁了。你先去塘下两三个小时之后去沙河收站。对，就他一个人。在他在隧道底下唱歌，然后一个那个保安的班长，他以前就得罪过他。然后那个保安班长今天就带了一个便衣的警察去了，把他抓起来。然后他的暂住证以前是有的嘛，但是过期了。然后那个警察就把他暂住证给他扔了。我们4点多、5点钟就到这里的了。哦。我们就看到有一车人被他人拦截，从这里送了人来，然后有一车人就送去大车，就换了一个车，就送大湾了。不是大车。抽垃圾也抽。我就跟那个车道，那你们在这儿等着也不是没什么办法吗？我们在这里等着看着吧，能亲眼看到这个人去沙河，我们就在去沙河那边想办法。问题现在不知道人在哪里吗？没有看到警察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他肯定不会在这儿过夜，应该是受到伤害。是啊，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在这里等啊，看着。你们不用等，明天直接去沙河查一下就行。放心吧，在这里看一下房子，反正回家这么现在也睡不着觉。他是不是有亲属的那些证件可以数他出来？如果有亲属，是可以。亲属直属一个户口，必须是一个户口。要户口本，就是没有户口本就他这个吗？结婚证也行吗？没结婚，那就。那没办法。新疆在唐河北的，在唐河北的，因为觉得是当着说，只要他是那能自保的情况下，他觉得当着第一步到当着他就自保出来。他又懂这个，他又不是不懂。还有个他身上有身份证。又有钱又有身份证，一个能自保，绝对是自己先自保。都说了不关那边的事儿，就算纪委能出来，我也说我要过去的。在压轴的时间不是给他塞了1000块钱吗？对吧，实际你们也不要去，他家人没钱，你要知道的，那是农村，一分钱都没有，拿过去有什么办法呀？没钱你以为人家会放人吗？到那里都7天了，他家人不会用银行的，农村一辈子的农民没出过门的，怎么可能懂那么多？如果懂那么多，他在里面怎么样？他出不来吗？问题是，他借不到，他家人前两天还打电话找他要钱，如果能借到的话，也不至于找他要钱嘛。如果说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话，我不可能说非得想去走一趟吗？你以为我真的很愿意走，闲着没事儿啊？我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才跟你张口的，你怎么这样子的？就算我接你的还不行吗？我又不是说不管你。我知道你不是这么想的，问题是说现在你跟我说其他的都没有用吗？我就是绝对要去的了，你就给我拿500块钱不行吗？而且我明天就找人还你行吗？我今天晚上去到那边，我会打电话让别人，明天你给个账号我寄到你那里也行，或者人家打电话还你也行。我知道你不是在乎，问题是现在你不给我，我没办法走嘛，我身上只有300块钱。那你这样子，我就算去借那些高利贷我也会去的了。你不能这样子做人的，知不知道啊？我什么时候求过你啊？这叫
什么头？反正就是，右边左边先。左边，肯定啦。上到云噶啦，你睇下。上到云好高噶。佢系咪喺度噶？肯定喺嗰度啦，依度去火车站咪知啦。你开入去，你冇变部车嘅。梗系要行内环啦。啊？喂，咁多嘢讲，好似成特首记者咁啊，出去搵料啊？你开快啲先，大佬。快啲要安全嘅，你以为我部系警车咩？真系，系嘛？咁慢慢嚟啦，嗱，咁誒依度慢啲啦，大佬，你咁安快做咩嘢啫？嚇，要安全噶嘛，啲嚟喎。今日開車，呢個唔係急事啊。係啊，我哋等部車，我揾警車啦。嗱，你睇住啊，嗱，係咪嗰部啊？前邊部啊？嗱，你睇咯。開近啲，離邊架俾我睇。點睇唔到啊？嗱，我都睇到啊，係咪前面部啊？你跟上一部車先。啊、如果你跟唔上，跟近你跟近做乜嘢啫？係嘛？你跟唔上，我唔俾錢你。我都有個距離噶嘛，揸車係咪一定要安全㗎？你係嗰部咁嘅車嚟。嗱，你差嗰度改閘，對唔改閘。啊！到咗時候咧，就睇佢好就塞車㗎。肯定啦，不過跟住個火車站又點喎？唔係嗰間路肯定冇塞車先。塞車肯定塞硬啊！不過而家時候咧就睇下用，可能會好翻啲喎。咁啊，要塞車啦嘛。唔係你要跟上去先，塞車另外一個時間你要跟得上。咁跟住又點先？咁啊都係咁噶啦。咁你唯有跟住去睇啦，係嘛？你跟住啦。拿钱了，来吃吧。我们再想办法找人，再花钱找你。看到有一颗两千年的心情，却有谁知道？我无畏，却像无所不畏。我在梦游，我在沉睡，呀咿耶，
I just wanna cry, I just wanna cry, I just wanna cry, I just wanna cry.每一天被伤害被欺骗我早已厌倦，每一天在绝望中期待着你的出现，没有谁关心我的存在，我想离开却又无法离开呀耶、yeah, yeah, I just wanna cry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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I just wanna cry， 我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耗尽了我的积极，我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浪费了我的生命，我可悲也不可悲，可悲的是这苦难的轮回，可悲的是这苦难的轮回、啊、我可悲也不可悲，可悲的是这苦难的轮回，我无畏也无所不为，我在梦游我在沉睡呀咿呀啊，我可悲也不可悲，可悲的是这苦难的轮回，我无畏也无所不为，我在梦游我在沉睡呀咿呀啊。